机器人识别货架，先将机器人放置于货架之前，打开设置界面，打开机器人设置界面，找到其他设置，然后在这里面找到货架设置，点开，点开始识别，然后缓慢推动机器人至货架里。机器人会根据所识别的货架调整参数，然后选结束识别，选保存，给货架命一个名。然后货架就显示在这里了。机器人置于货架之前，然后还是点击货架识别，不用管这个，然后点开始识别，缓慢推动机器人置货架里。它会根据情况调整参数，然后按结束识别，保存，同样为货架命一个名。货架显示在界面上。